入世了大境界，这一切法因缘为本，现一切诸佛法身，自一切法离言实际十了世界皆如变化，明达众生为是一法，无有二性，不舍业景，善巧方便。 以有为界是无为法，而不灭坏有为之相；与无为界是有为法，而不分别无为之相。可能大家都忘了，因为我们耽误时间太久了，有十来多天，嗯。在这时间干什么去了呢？ 念《弥陀经》念药，念《药地地藏经》念经，念《药师经》，念《金刚经》，念《圆觉经》，入世的念着，大概我算有十部吧。这都是华严，华严经是普遍的，普遍的啊。但是华严的本经， 因为我们这是讲的精进度，这一段文呢是十度的第十度，精进度。嗯嗯嗯。但我们读《弥陀经》或者读《地上经》，想到它是华严经的一部分吗？嗯。经跟经的道理是通的。 我们把现在就我念这一段经文，跟你所念的经，不论哪一部经，是一样的。这个带十波罗蜜，第四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经进呢，就是不懈怠，不懈怠。 当然，但是我们对于本经啊，停了十来多天了啊，十分钟还得连贯呢。大家回一下，回一下啊。菩萨了达一切境界，了达境界，境界是什么？外边心外诸法。 知道这个一切诸法是心生，心本不生，心生，心本不生。那怎么产生一的法呢？一切法因缘为本，这是因缘法，没有缘铸成。 法不生，没有新的因，法也不生。嗯，因缘和合而生一些法。因因缘而见诸佛的法身。诸法身、诸佛的法身，就是我们本具足的。 也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对，对，也就是我们本心，也就是实相，嗯嗯、这个实相诸法，没有一些境界相。前头地狱菩萨要了达境界，一切境界都是假眼，假眼离开了假眼而见诸佛的法身。 就离开一切的杂言实,实际实际就是诸佛的发生。嗯，直到境界相，外边一切境界相是因缘升起的，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佛说的，不是说因缘所生的法，就是空。 从事什么呢？就是因缘之本。一切境界上是因缘生的，那因缘又从什么来地方来的呢？从诸佛的法身来的。就是心生万法，心呢就诸佛法身，身界是万法，就是眨眼。实际呢？ 就十几里地，就咱们华安经的一阵法界。那你知道因缘所生的法，这些事件的变化，不管它怎么样变化，为是一法。现你明达了众生为是一法，无有二性，没有两个体性的。那菩萨要。 化度众生，不化度众生不能舍开业，业就是因缘，菩萨的事业。但是这个里头，从无生而随缘，无不生，无不生呢，就是讲三条方便升起的境界相，嗯。 与有为实现无为，在有为当中显现着无为，而在生灭当中显现不生灭，在一个万法境界为缘的万法现诸佛的法身，这离开一切杂言，现善如来的世界。 那这一切是世间性的变化，无论怎麼变，唯是一法，唯是一个法性，没有二性。不舍夜景三角方便呢，就是随众生缘，菩萨救度众生的事业。 但也都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适度的方便度，嗯，就是有智慧的方便。现在我们在生灭当中，就是咱们说的生死，生死即是不生死，在生死当中显现了不生死，说生灭即不生灭。 有为即是无为，但是不能说是把有为之相、说世间相消灭掉，这才是真的、啊、空的、啊，这就错误了。不是这样子，说在这个一切世间相上，显示真如世界，在杂言当中显现你的本性。 在无为，无为当中四线有为，但是也不分别无为之相。经文是如实解释的，这个是讲精进修行，修行什么呢？修行的关照跟寂静，关照呢是观，寂静呢。 是理，这个理就是指着法身。这段经文告诉你：官的时候即是定，定的时候即是照，是吧？子是定，冠是是说自慧君典这咱们经常说的。 生灭及不生灭，就是子和冠双运的，因为从顶，从定了，定了而产生的惯例，从惯例而达到寂静，无名。 即是菩提，这个道理啊，要么自己关照。现在我们是做的是虚妄，这个虚妄从真实起的。现在我们把虚妄消失了，回归于真实真实。无名无名是无知的。 无知的，把它转化为有知，变成智慧。智慧，一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佛说呀，一切因缘法没有的，是空的。说在因缘上的观他的实性本体，是吧？ 在世上啊，而观理，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诸佛法身，诸佛的法身是存理的，但是从理而显色。那么一切的发心、修行乃至也达到究竟，这一切的过程啊，是四。 像现在我们，如果我们大家说，我们金刚坛念金刚经，嗯，地藏坛念地藏经，净土坛念弥陀经，这些都各个不同的。但是呢，理只有一个，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你修哪一宗，念哪一部经。 念佛也好，参禅,禅也好，拜忏也好，其实过程。这个就属于因果法。因果法，这这因果法呢是从哪儿产生来的呢？从诸佛的法身产生来的。说眼和镜，没有眼，不能成镜；没有镜。 不能显出言法的言物，言镜是一对。如果消失一方，言法没有了，净法也没有了。是相对法。定是紫紫就是寂静了。观是照，照是动作。动静。镜 一如一如啊，就是动即是静，静即是动，所以说这一段经文显示，即冠之子，即子之冠。嗯，就是显现一些法是因缘所生的，嗯，因缘里头，善因，善因就是善因。 缘铸成善业，善业成就究竟了。演员呢，也是也是原生的。所以我造业，不论杀道因望哪一界的当中，你必须都有外缘助成啊。没有缘，你怎么能成呢？杀杀人。 但是得有人可杀呀，如果没人可杀了，你杀也不成啊。嗯，这这叫缘，业呢是你本身所起的祸源起祸才造业呀，造了业才受果呀。嗯，根本没有企业，没企业就不会造作了。 没有业造的了，嗯，也没有乐果可得了，嗯，一切法都入是，是因缘生的法是空的，不是真实的，因缘所生法就是诸佛的法身、嗯，但是这个得经过一些过程，知道了众生只是一法，什么法呀？心呐、啊，就是心。 没有二性，只一个性。嗯，说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繁衍环境，这得叫诸佛菩萨所说的一些方法，那叫善巧方便。本来很清净的，很安静的，但是我们要造很多的业。 就是说，我们在大殿念《华经》，就念《华经》不行吗？就讲《华经》不行吗？为什么还要什么净土坛呐、地藏坛呐、啊？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坛？什么意思？大家懂得、啊，就你吃饭，吃把肚子填饱了，但是不行啊。他要愿意吃大米饭的，那北方要吃面粉的，吃馒头的。 那是一味菜就行了，那各个口味不同啊，有耐吃酸的，有耐吃甜的，有那是苦的，有耐吃辣的。咱们一说这是调味，世界的成就就是入世啊，不是单一的呀、啊，是无量的呀、啊，一切法都是无量的，但是相对的呀、啊，相对法无自则性，仅者一性。 所以才说，对于外边所有的境界相，不是离开境界相，另外有个空的道理；另外有个佛性，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在一切境界相，善巧方便把它转成了，说四法住法位，不坏世间相。啊，佛教讲的空义，不是把世间相泯没了才空。 就在诸法存在的当中认识它，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临结，这叫什么呢？叫子和贯双修，叫子贯双运。因为你关照，知道这个法是因和缘，知道它的因，知它的缘。如果生一个事物，不是一因一缘。 叫多因多元，这样来一起发，一起发，嗯，那因缘怎么产生的呢？因缘的根本是什么？为什么因缘故故有，因缘故故空？那又说因缘不有，因缘不空，有也好，空也好。 不有不空也好，全是叫做因缘。什么因缘使得空的？那有什么因缘使得有的？就是,是造业吧，起祸，起祸是因，得有缘铸成它。说要杀人，怎么杀呀、啊？ 杀人、杀法、杀业，其实光起个因，得有杀人的工具吧？你要杀人杀哪一个人呢？得有个对象吗？在杀的当中，你要起心动念吧，还想些个办法吧，怎么杀？有这个杀心叫杀因，但是他的工具、想些个办法，这有杀缘，促成了，因缘和合了。 造了业了，把人杀死了，犯了根本戒了、嗯，这就是因缘，因缘够产生这个祸业，但是为什么要杀人呢？这又有另一个因缘了，或者他有仇，我跟他有恨，嗯，嗯，嗯，又又也牵涉到过去世，过去世，过去很多因缘。 嗯，说这叫一切法，每一件事都是入世，这都叫一切法。就说严法，说我们把什么还眼还见，说忏悔，忏悔，忏悔呢？悔改了，这也要因缘。因什么你要悔改的？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是业？ 如果没有，你不闻着佛所说的教法，你不知道这是业。啊。知道是业了，业是照做的，这个业已经造成了，我想抹掉，怎么抹掉啊？那一些方法了、啊，让我独圣大成啊、拜忏那里消业的方法。 的方法啊，对，因为你这个因、这个缘造成的果，六道轮回的果，这叫有漏的；造成的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无漏的。无漏的法讲的是无为法，有漏的是有为法。 因为有漏对着无为，有为对着无为，有漏对着无漏，这都是因缘，这就叫因缘法。因缘呢，它流动的，不是固执的，不是固定不动的，因缘都是流动的。嗯，因缘升起时候，诸法都有了；在因缘还灭的时候呢？ 诸法就没有了，一切都有因缘，没有哪一法不是从因缘所生起的，是吧？但是因缘所生起，因缘是假的，原生法无自性，原生诸法没有体性的，因为没有体性的，说它是没有，空的，说光这个叫有为。 发过来，什么叫无为呢？无为就对着有为说的。因缘升起，因缘还有还灭，因缘还灭的时候，那就是无为了。还灭还到没有的时候，还灭了。因缘升起，啊，缘生，观因缘，又观因缘还灭。 说依法一切诸法生起是以因缘为本的。等到见到法身了，因缘无助，因缘不是固定的住的。见了法身了，因缘没有了。有助的因缘为本，无助的法身为本。嗯、大家都得印《金刚经》嘛，诸法无自性的了，诸法无助了。 说你这个心呢，要能得无住，是心不住一切法，心不住一切法，一切法就不生。心无所住，无所住不住才生，不住生香味触法生，无所住，无所住就无生了，无生还有灭吗？ 无生就也没有研发，也没有净法，眼净诸法都是从业而所起的，业是因，因为业要有照作，照作就是缘，处成了因缘所成的，嗯，因缘升起，因缘环灭，就叫无住，是吧？要能够见了因缘法，知道因缘法了，悟得因缘法了。 才能见诸佛。你要想诸见这个诸法，实际究竟是什么？啊，因缘的性，因缘的体，离开因缘，因缘的体不是因缘，不是因缘有什么呢？是实性。 那诸法无生，但是生起一些法呀，那叫原生。原生诸法是化现的，似有非有，所以它不是永远不灭的。似有非有是生灭法了。嗯嗯，说心外头没有事。是由心起的。 说万法从心生啊，说心还灭了呢，还灭的时候呢，万法从心灭，为是一法，一个心法。这环境讲如来藏性，因此啊，说每一件事儿，四世都入是。假的、虚的，没有真实的。 所以说，一切诸法无二性，因此讲缘生无相，就是这段的经文呐、啊，就是让你了知了，菩萨要知道一些境界，境界就是现象，一切外的一切现象，它是因缘而生的了，没有实体的。 一切诸法的境界都是因缘所生的，那它根本就是因缘。嗯嗯，你因缘法认识到是虚有的，没有真实的，那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是诸佛的法身。对，那这段经文呢，能讲得懂了。嗯嗯，一切的法的言。 和静相对的，这不是真实的，言也不是真实的，净也不是真实的。嗯嗯。什么是诸法的实际呢？佛的法身就是无二性，明达众生就是一法，没有二性，无二性就是仅是一性，一性是什么性啊？佛性。 对，人人都记住有佛像，因为人人都记住有佛像，人人都可以成佛。嗯，只把你这个妄尽，妄尽还原，《华严经》讲那个妄尽还原观，观妄尽还原，还原就还归一法，还归的一法就是心。 一法是指多法而说的，多法不立了，一法也不存在了。因为对着众生的身，众生的身是不实在的、虚妄的、生灭的，才说佛的法身。法身是真实的、无相的。众生的身呢？ 各有各的形象，人是像人，人像；畜生多种种类，马像马，牛像牛，蚂蚁、蚊子，各有各的像。嗯嗯、对这些像，其实都没有，都是虚妄的、生灭的。嗯，那你对这段文呢、啊？是吧、啊？不坏它的生灭之相，就是不坏有为相。 而呢，悟得法身相，悟得法身相了，知道世间相，没有一样真实的。但是把法身偏西住，说一切事物、一切相、一切景，都是法身，随免一法，无非法界，这是圆满实性的。嗯 这个道理很深了，这不是我们大家初学呀所能够应得的，不是说你正德，知都不知道，而学佛了，学佛经了，知道不是真知道，是从文字上，说、啊，老师的讲解上你知道了，你知道没正德，没受用。 没受用，享受不到的。享受到的，咱比如说吧，咱们知道馒头啊、花卷啊、烙饼啊、饺子啊，随便什么，知道有什么用？肚子饿得呱呱叫，也得吃啊，也吃饱了才有用了。知道说也没用处，知道而且是也经过很多手续。 完了,了，把它吃到你吃饱了，得得到了，得受用了，这就真知道了，说我们现在在烦恼，在生死法的当中烦恼受苦受难，知道受苦之难，说不真实的，不是在你受的时候很难受啊，你得不到受用啊。 我也知道这法身了，知道这是没有的。但是悟得之后，你才知道有受用了。有时候知道这个不存在的，嗯嗯。但是这个道理啊，懂的时候啊，明白的时候就很难。明白了之后，真能得到受用，得到受用、嗯嗯，那更难了。 更难了。我们不论念地藏经，或者念法华经，念啊，弥陀经，都知道，知道佛教怎么的，那是文字啊。你在法堂了，你听我讲的，我讲是语言呢、啊，语言跟文字，你自己没受容。知道。 但是知道我受苦怎么来的？那我想不受苦，我要怎把它消灭掉？知道了，知道你没做呀，所以你做了，向这一方面做，做的没成就啊，没成就没有受用感。如果咱们知道这个身体，地水火风。 空跟实，能严经》讲七大啊，七大的经讲呢，就是地水火风。知道我们这身体是假的，能把它正的是假的。要正的是假的什么呢？有病，你没了痛苦。假的嘛，地归地，水归水，风归风、嗯，跟你没关系啊。对，我以前跟大家常讲。 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不是我呀，是我弟呀。那你离开我这身体，另外的你的我在哪里？你要明白了，开路了，开路了，又得到什么境界呢？再发高烧，再痛的不得了。 你没有感觉，没痛，痛有觉觉痛，无痛痛觉，我觉悟了，痛不到了。嗯，咱如果说是鬼啊鬼鬼道，咱们知道鬼道是假的，嗯，不在人道是假，鬼道是假的，鬼呀、啊、鬼没有实体的、啊，不像像个人还有个肉体。 但是鬼本身，他不知道他没体啊，他有个体啊。但是他那个体不像人呐、啊，人的体有障碍呀、啊，墙你过不去呀、啊。他鬼能过得去啊，因他没体啊。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了。你入是参，而参，对。有时候讲故事的时候啊。 在那故事上头，你能够领悟得到。我跟大家讲过了，嗯，两个老修行在终南山里修行，一个打了妄想了，不修行了，修了一二十年了，什么都没得到，他不修行了，他下山，他那道友劝他不要动，啊，静中能得到默契佛的发身，一动。 一动就不行了，嗯，要是动总能静，动里头感觉没动，要达到这个功夫那就好了，那没达到，嗯，那他下山了，带人住在旅店，他一打坐，他又入定了，入定了呢，那个店老板他一两天，也不出来，不吃不喝，一闻他鼻子没气儿了。 来把它烧了，这下烧了，闹鬼了，闹鬼了。他那灵使神使回来找他的幼体，幼体没有了，他神使在，幼体没有了，嗯，烧了，那这个店里的就闹鬼了，那他山里头那个他的道友，共修道友就知道他已经落了难了，就说落难了吧。 就来到这个店里头找他，找到这个店里头，跟他店老板说：“说那个我预备一大坛子水，预备一堆劈柴、木材了。”嗯，他说：“我把鬼给你收了。”那老板当然很高兴了。人闹鬼，人家都不来住了。嗯，那他给他收了，他不店又可以开了吗？嗯，就给他准备一堆劈柴，准备一缸水。 在那夜静人静的时候，他那个那个鬼啊，他那道友又来了，找就问我在哪里，找我，找不到我了，他幼体没有了，他回回不去了，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真的，他那道友说在水缸里头，但是倒到了水缸里这脚没有啊，他说水缸里没有啊，到水里头没有。 说在大火里头，那皮柴烧成大火，那鬼倒了。说说这火里也没有啊，说啊你入火不分，到火里把你烧不到了；入水不淹，淹不死你了。那要我做什么呢？哈，那个那个鬼啊，那老修这鬼啊，开悟了，开悟了就开悟了就明白了，明白就成道了。 成道就不执着了。这种成道呢，不是真实啊，是,是真正的所谓开悟者，明白生死的根本。为什么有生有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最后迷了，迷了，咱们迷了才知道做人呐、啊，做鬼呀、啊，做畜生啊。 在地狱、饿鬼、三途，才知道天呐、啊、人呐、啊、阿修罗了，这叫什么呢？梦里明明有六趣，在梦里头啊有六道轮回，明明有六趣，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叫六道。绝后呢，一开了悟，证得觉悟了，成了空空无大千，都是空的。 大千世界都没有，这段经告诉你要见法的实际，懂得见诸法的实际，就是咱们所说的明心见性。如果明心见性了，因缘的性离了，离掉因缘法，见真实相。真实相呢，用本具的。 那个跟如来一样的如来智慧德相，嗯，啊，十诸法因缘生，因缘生起是有，相似的有，可不是真实的有，相似的有没有？嗯，咱这肉体像是一个实体，好像有这么一个人，死了呢，这个人没有了。 是有非有，再进一步说，死了之后非有，他神识并没失掉，啊，性没失掉，他又找个形象啊，嗯、鬼本没鬼本来没实体的，他认为他是有实体，啊。他不认为他穿墙啊、越壁啊，嗯。 鬼能到你房子来呀、啊？你人人关上门，你出不去啊，鬼能在空中行走啊？你办不到啊。他没实体啊。人家有实体，实际上是没实体，是原成的。嗯说因缘的因缘的性，离了，你离开姻缘了，就变成实际了，就见性了。说见性。 把性修成了成佛，嗯，所以咱们对于这个法报化，要先得懂得理解什么叫法。法就是法身，十方诸佛一切众生，但是有情的都有法身。那咱不懂的，咱不知道，咱没认识啊，那叫法的实际。 法的实际，要能见到法的实际，因缘所成的，他那个都没有了，都离开这个了。那见法的真实故，嗯，证得了，修成佛，修的这个，嗯，凡是原生之法，没有实性，无性原生，所以叫说的是化身，化而非有，是有非有。 你说没有啊？它存在啊，是个食物啊。你说有，它生灭啊。它随时可以没有的，随时又有的。啊，一会儿变个人，一会儿变个猪，一会儿变个狗，一会儿变,会儿变鬼了。咱们好多人都怕鬼，嗯，鬼没有啊，打架他打不赢你啊，他没东西啊。你有个右体啊，鬼怕人。 为什么怕人呢？人的火力很大呀，人家说阳盛啊，阳火很茂盛的。呀。那鬼他见不得热呀，鬼属阴气啊，嗯，两个都害怕，鬼怕人，人怕鬼。嗯实际两个都是假的，因为说话的、画线的是有，不是真实的。 这个大家如果不理解，看画画的，嗯，这有两个那个画画的画家，嗯，嗯，嗯，他画的，我们谈到郎世宁啊、徐悲鸿啊画的马，一张纸画，把这张纸画，如果郎世宁画的马，他那个已经没有了，徐悲鸿的还有，如果有这么画像，卖了。 能买十匹真马，他是真子的呀，假的呀，那假的比真的还值钱。众生迷惑呀，不是这样的，嗯。因此啊，这叫认假作真。是哪些个呀、啊？就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认假作真呢、啊。本来是假的，当成真的。 你说大家看《红楼梦》小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小说是假的的，谁认为它是真的、啊？呀？但是他看电影、看戏、看的小说，他替他流泪啊。还有些个年轻小孩子会看文字的，他把他自己加进去了，他也想变成林黛玉呀、啊。你说迷惑不迷惑呀、啊？假使你要说你是迷惑，他不。 啊，他起码不给你打架嘛，也骂你一顿。为什么？凡夫以假为真呐、啊，本来是幻化的，他当成真实的。这个道理啊是慢慢来的，不像咱们这一说，就明白了。嗯，咱们在讲华语讲是讲理，讲菩提理，讲法理。 讲这个理呀，嗯，这个理是显什么呢？是显一些诸法的真实相。那么，我们所以生活当中生的都是假象啊，都是在生灭当中，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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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在运动变化当中，嗯，但是业的境界像，你造业的境界像。 非常巧妙的，呀，报复的时候，还的时候非常巧妙。你并不认为就是还债。生病的时候，你说这是业报。为什么要生病？四大不调。现实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不舒服了，受了寒了，伤了感冒了。实际上呢，为什么四大不调？再为什么？为什么有个四大？ 要找原因的，找原因的，嗯，嗯，嗯。因此啊，在你对景的时候，生心。景啊，必对心，景界象一定对着心。谁认识他景界象？心认识他呀。说这是红的，这是蓝的，这不白白的，这是景界啊。 谁来了别他的心呢？心了不得，嗯，就识识了不得，嗯，说内心的因果、外景的因果，这非常巧妙，就善巧难立。菩萨从善巧方便转化他，在世上显理，在理上而成就事，嗯，就是有为无为，就是这道理。 这一段呢，让你精进不懈的精进到，精进不懈的去求这个真理。咱们是讲求真理吗？什么叫真理呀、啊？这就求真理。因为这样的关系，菩萨入世观一切法，毕竟寂灭，成就一切清净善根，而且救护众生之心。 智慧明达一切法海，常乐修行，离于此法，你日长教出世功德，不更修世间之法，得静自言，离住此一以三方便，修回向道，这是说十回向，十回向的第四回向。 是什么呢？以精进，精进。嗯,嗯,嗯这段文呢，就告诉我们就上头所讲的，你观一切法嘛，寂灭，寂是寂静的，灭是没有的。就换句话说，就是咱们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毕竟寂灭是毕竟空。我们经常讲清净。 什么都没有，还不空吗？但是善根清净了，善根成熟了。那菩萨自己了解了，证得了，众生不行啊。这时候菩萨才发现，说众生太迷了，本来什么都没有，空的，无事生非。本来没有的嘛，胡思乱想。 就像我们这些道友们，出家道友们，好几百众吧，清清净净的，什么事都没有。如果她在社会上交男朋友，那把麻烦了，那事就多了。如果她一个再交几个男朋友，那大家就打架吧，就个无事生非，本来没有的，没事找事儿。那在这儿清醒多好，啊，她不。 人本来无事咱们过去社会上说，不是佛教说的，“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看吧，整个世界打来打去，国跟国，人跟人，一切都入事没事找事儿。嗯。有个道友问我最近的事儿，他问说：“为什么印尼发生海啸啊？” 我说没事找事儿，怎么讲啊？你不到那儿去旅游，在家待着好好的，要花钱坐飞机跑那儿去干啥？送死去？你自己找的吗？谁请你去的？你家待好好的，在欧洲或者在美洲，他不。花钱买飞机给我办很多手续到那儿去干啥？看风景去？看吧，海浪去把你卷起来，这无事生非。 干什么？找死！换句话说，送死去了。一切法本来寂静的，还没事儿找事儿。咱不是这样的吗？咱每个人没事儿找事儿，啊，贪着词啊，身边借借鞋呀，啊，那那听听的，他不难讲，他要找事儿。对，就刚才我说的。 我们在在这儿给他学习，安安静静的。我们没事啊，我们不找事啊，天下太平，跟我什么事也跟本，根本没关系。你不惹事啊，谁找到你？哈，就是静啊，静的时候是这样的，寂灭，一切法都灭，清清寂静清静静，你要一找事儿，放假了。 我回家看看去吧，啊，得了，事儿多了。一到家里头，好，你的六亲眷属来了，啥、啊、家长里短讲讲，还好。也学点难定，有了定力了，啊，张家长李家短。如果你一动念呢，你想嫁人去了，婚俗去了，麻烦了，事就多了。你在这住着不是蛮好的吗？只有，一动不如一静。说成道就成就什么？ 寂静，菩萨不行啊，他也找事儿啊，他找什么事儿呢？他要度众生，他生起了大悲心、大慈心，要想救度众生，都教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自己先得有学，你得有善巧方便，你得有名。 才能破除他那个难。众生是在黑难、死难当中没有智慧，他什么都不明白。我明白他就不受罪了。假使那个几十万人到大海，他知道我到那是送死去，他绝不去啊。到别处旅游也一样啊，非得到那地方送死啊。不行、啊，业力催的，你的业障所感。 业不自主，好多业不是自己做得了主的，是吧？我要达到寂面，我达到清净，红福啊，就是世间上的福啊，你可享受两天儿；，清福啊，可不是那么容易了，清福得靠修，没有修炼的功夫，享不到清福。 修炼功夫，真正的达到了，达到了。像李能来普陀市住上十年，很不容易了。这想的清楚，我说你心里定下来了，你不妄动。大家算一算，从复算，从大众住的开始，走了好多人，来了好多人，来来走走，走走来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叫，毕竟寂灭，成佛的好多啊。修道的千千万万，成道的呀，难得一个，不说多了。嗯、这叫什么呢？在过程当中，走过程的人很多，凑热闹的很多，真正真正修道成无为的，真正有智慧的。 明达一些房，他喜欢就是什么呢？就修道。一般人喜欢什么呢？热闹，哪热闹往哪跑，对，就是这样子，跑那儿去就受苦恼，你不去不苦恼，一去就苦恼。四间房你不沾清净，一沾就热闹。 又烦闷又热闹，是吧？你要成就清净善根呐、啊，不是那么容易。发救护众生之心，你先得自己把自己众生救了，再救其他众生。自己还没动，又想渡别人。我看见咱们很多报上登那个勇士、烈士干什么？ 他自己不会水，他就到到水里去救别人，别人还没救到自己淹死了。我有个道友还说，我问他，我说你干什么去了？说救众生去了。我说把众生救了吗？他说没有，众生把我救了。我说不是众生把你救了，把你拉下去了，这叫什么？ 一切法都是啊！你先考虑考虑，你自己有力量没有？没力量啊，你先准备力量，等你有力量了，再去帮助别人。你自己烦恼很重，还想去救别人，不但没别没救别人，反正别别人把你拉下去了，嗯。 明明是还俗，做到六道里头去了，嗯，明明是贪心、烦恼心，他还要标榜一下，我是当普行菩萨道。因为你自己开考虑，但是愿，咱们这是讲发愿啊，回向愿，愿是救护众生，有纵横救赎纵横之心。 救救众生，你得想些方便办法。我看人掉水里去了，你回头拿个杆子，回头给他丢个木头，他搬上，他也能不淹死啊。说你跳下去，你跳跟他一样，你不会水啊。说你想到众生界救度众生，你先得学，成就自己清净善根。 不会被那言法被你言了，所以这样的成就自己清净善根，而且救护众生之心，这是对的，绝对能成就的，智慧明达一切法海，这明达一法海就是有智慧啊！我知道救他得用什么方式救他呀，众生。 它有种种根源，有种种的业，有种种的代号。你现在了解清楚，嗯嗯。这时候呢，因为自己要为了救度众生，长乐修行。修行做什么？要有智慧，不要郁痴痴的，意思就没有智慧，要把律痴离开。 离开欲死之法，你得要救度众生，你得成就救度众生的功德，对，成就了自己出世的功德，不再贪恋世间。这个说不修学世间法，就不列贪恋世间。但是呢，你不学世间法，你怎么去救度他？ 同事说：“就是学习世间法，这个告诉你，不学世间法就不落于世间的意思啊。你想在世间救人，你自己先得保住自己呀、啊。你不落于世间、啊，发了菩提心，得要修学菩提道，学学菩提道，你才知道怎么救度众生。” 我们经常挑调，我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帮助一众生，怎么帮助？他要发财，你想帮助他发财，嗯，他要离开老病苦，你让他不老不病，你自己还办不到呢，你想能让他得到呢？必须得离开欲思法，说以欲以欲思法让别人生出世的智慧，办不到的。 这个很简单，你自己带时间，贪恋时间，让别人处理时间，办不到的。别人不是听你这说的很好啊，别人看你怎么做的呀。他恭敬你，或者尊敬你，看你怎么做的。他因为你做的跟他做的就是不同，他才恭敬你，是你贪心比他贪心还重，你还能救走他吗？ 这个含义，嗯，啊，你必须得自己得了静、自然，清静的、智慧的看一些法，眼是观的意思啊，这就见。见就看问题，说你看问题这边看法，你看的问题呀、啊、跟他看的一样，那不他你还渡他呀？渡不了他了。 说你见的比他远，见的比他广啊，使他能够得度，使他能够于此离开黑南，这都要讲善巧方便，修回向道。说我们这些每个道友，我们念完经了，大家各个坛不管哪坛了，念金刚啊，念地藏，念圆觉，随便念什么经，总回向的时候，咱不是打大殿给他们都回向吗？ 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一众生，嗯，回向什么呢？把我们这个念经的功德，这个好处啊，所得来的给给他们，布施给他们，嗯，这就方便。自己修完了回向给他们，使他们得度，就这种这种方便，回向的方便最善巧了，佛子。 菩萨摩、摩诃萨以助善根入世回向，上来讲了都是回向的，啊，这都重复的话了。说说了完了再说一道，啊、这样子诚可一些诸佛之心，这样子利益众生时候跟众佛相合了，啊，研究一些诸佛国道，说照个好环境。 净佛古洞呢，就是佛所住的好环境。嗯，咱们谁说不是住佛古洞啊？那普陀寺这法堂，嗯，几百人坐这来听、来学，这是好环境。要大一点再清净一点不受干扰的六尘清净，像极乐世界那样佛古洞，像东方药师琉光光如来那样佛古洞，嗯，都一样的，不动世界啊。 上方世界，嗯，多得很，世界多得很，都叫佛国度，嗯，佛诸佛所住的国度，嗯，来教化成熟一些众生。成熟呢，教化是刚始的最初文法，成熟了呢，他能自己修道了，能够再了生死了，就成熟众生了，他不再造业了，不再造恶业了，使他能够具足受持一些佛法。 做一些众生的最上福田。像、嗯、像么，僧人叫福田生。福田是什么？田地，在田地长高粱谷子。咱们这个田地呀、啊，是长福德。就这样子叫福田。嗯嗯嗯。为些商人说智慧导师，商人想发财。 发财，你以佛法告的方法发财要取之有道，不是昧良心卖假货，那这个财不行，发不到。要让他给他做智慧，就入海财宝，海做海财宝的导师，知道航线，知道天上的气候。 知道哪一个地方有宝藏，你才能做导师，嗯，是吧？做日间的世间清净的日轮，日光是普照的，众生得到温暖的。你要做个清净的日轮，日轮是形容词啊，就是给众生做清净的事业，让众生离苦得乐、嗯。一切一一善根充满世界。 悉能救护一切众生，悉令清净住住一切功德，佛子，菩萨摩诃萨入是回向时，这是回向，啊，就是把我自己的功德回转来献给他们，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佛子，成为佛种，佛种产生什么呢？佛种的种子产生诸佛呢？ 这样呢，一些众生都成熟了，严禁一些国度，国度清净，没有刀兵劫金杀害，什么都没有。不坏一些作业，能了这些诸法，世界百行啊，百业呀、啊，各各四法诸法位。但是呢，知道一些诸法，了解一诸法。 等关系，住法无二，文艺形象，随缘而成就的，能骗住十方世界，能了达离欲世界，怎么离开你的贪欲，嗯，离开你的欲望，啊，这叫离欲。欲本身就是妄，欲就是希望，嗯嗯，能成清净心结。 让一切众生能成就清净的信心，解是解悟的意思，或者作为谢，作为谢呢就是谢脱，能够让一切众生都谢脱，是为菩萨第四自一切处回向，这个回向叫第四回向，这也是回向至一切处回向，至诸回向呢就是精进回向。 菩萨摩诃萨住此回向时，得这一切处。深夜不能应现于世界，深夜骗忙一些处。嗯，谁能骗满一处？做什么？说在一切处，得自一处的语业，口里所说的话。嗯，那在语业就是什么呢？演说法，给一切众生说法。 得着一切众生的意业，受持一切佛所说的法，意业就是心里啊，意业、啊，心里头领受了佛所说的教法，我都能够懂了，我能照着去做，嗯，受持一切佛所说法告，得着一切佛神通通，这个不容易了。神通呢，就如意通。 如意通呢，没有障碍，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了就顺当当当的，叫神入通，啊，随众生心，众生心里头，这是向往十方法界了，要升级乐世界就能升，啊，得这一切总持辩才，这个不容易，总持，总一切法，持呢说一切法都有道理的。 总一切法，此无量业，就是总生。还得辩才，辩才就说道理，你能够把人家说服，他才信你；你说服不到，他不信你的，要把他说服。辨别是非，显诸佛所说的道理，随众生心令欢喜供，让约众生都生大欢喜。嗯。 得罪一切错误入法界，在一切任何处都能够身心无奈的，法界无界，就是心里头没戒严。咱们现在都记住神通，谁也不相信。你现在一想太原，心里想，嗯，我到了太原哪条街哪条街哪间铺面，这叫神通啊。 如果心里头有障碍了，想不到了。他说：“因为生病的障碍，嗯，因为心里糊涂了。比咱本来就是糊涂，在糊涂当中，他又伤心病狂，又得种病，记忆力没有了，辨别能力没有了，嗯，那他就没有这种境界了。嗯，不但让一些众生欢喜，还能让一些道一些处。 下一句话就深了，你毛孔普入一切世界，在一个汗毛孔里头就见着一切世界了，入一些世界这个不是咱的境界了，这咱想也想不到，做也做不到。一些众生心普入一些众生心，在一个众生把我们这五百多人的众生心都入到他的一个身中这是菩萨大菩萨境界，这是什么呢？ 同一法界中，一切结众已经常见于诸佛，在一结，在一个时候，在一面界能够见一些诸佛。咱们也能看到相片看相片看得到，实际上到不到。得色一些处不见念。 念是思念的意思啊，心里一作印，一切处你都到了。一念中，能现一切诸佛，悉现在前。咱做梦或者是有，看相片也可有。对，你现在一进啊一进印，你从大同到太原，沿路佛有说的寺庙，佛的佛像，如果你去过的，一缘面现钱了，没去过不知道。 今年没正得这个智慧，十方诸佛国度，你不知道，没有意念呢。嗯，能达到这样子，这叫佛子、啊，菩萨德字一些处回向，还是这个回向，这重复说的。嗯，本来是不要再讲的了，这都重复说的，所以就善根入世回向。 这个时候，这个经是说完了的。金刚爽菩萨有成佛的舍利，说些赞叹。普光十方说颂言：内外一切诸世间菩萨悉皆无所着，不论内或者外，都不知足，但是呢，知道世界是空的、无着的、无相的。但是啊，众生不知道。为了有一些众生。 那个菩萨回向菩萨要修这个智慧，化导也众生。十方所有诸果道，一切无一无所住。十方说的果道，都不执着，无依无助，就是没有，无依无助，根本就没有，没有现实是常识存在的，这是悟得法性，认识世界，认识世界。 不取活命等众法，亦不妄起诸分别。普放世界世界藏，一切众生无有余。观界体性无所有，自一切处善回向。是真正会回向的，不像我们，我说念了经了，重点功德，回向我的妈妈，回向我的哥弟兄姐妹，六亲眷属，不是这样的回向，普遍的，骗一处的回向。 普设一切无为法，或者有为法，普设有为无为法。有为就有形有相有作有念，无为啊，一切皆没有。有为无为平等，平等摄受于我心，不与其中起妄念。但有为也不动心，无为也不动心，不起一念妄念。<laughs> 入于世间法一言呐、啊，照世灯明入世觉，就说的佛菩萨大菩萨啊、嗯，世间法是这样子，嗯，照世的灯明就智慧，菩萨觉悟了，照着一切世间像那光明似的看一些诸法，平等平等，入梦幻泡也。 菩萨所修诸业性，上下宗品各差别。昔以善根回向彼，十方一切诸如来。菩萨回向道彼难，随如来学悉成就。恒以妙智善思外，具足人人中最胜法。清净善根普回向，利群迷恒不舍。希令一切众生上，得成无上照之灯，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嗯。 为生分别取众生，以不妄想念诸法；即不分别众生，也不妄取众生法。咱们所说的一切世间法，都不存在的，不妄取，妄是虚妄取，不取。虽以世间无眼着，亦不舍住寒食。但世间没有眼，但是众生不知道啊，不能舍弃他们。 一定给他们说明白，叫他们不要演出时间。菩萨常乐寂静寂静寂灭法，寂灭法就成佛。咱们释迦牟尼是印度话，翻咱中国话叫能人寂寞能人寂寞能行大慈大悲就是能人寂寞的，没有说法，寂然不动。 是言不动而度众生，啊、嗯，动即无动，度众生即没有度众生。话是这么说，想明白这个道理呀、啊，那得靠功夫了，靠修行了。随顺得自涅槃境，随顺佛也要成佛的你盘念，一不舍离众生道，这就是对众生大慈大悲，常不舍离。 但是不赞扬众生，常住寂静道，菩萨为生分别业，也不取着住果报，不分别他的什么业什么业，那还有什么果报？不分别业，也不看他的果报，直到业性本空，唯心造的，业性本空，哪还有果呀？空的没有果，果也是空的。 一切四法从缘生啊，四见一法都是因缘所生起的，不离因缘见诸法，不要离开因缘来看一些诸法。身若入,入世诸行界，不与其中起分别，了得正德。不要在这种取住，什么好啊，什么坏呀、啊，什么长短方圆大小，一切都没有，那都叫分别。一切众生调一次于此明了善恶相。 调意思是佛，十号之一，就是调御，调御众生，让他能善顺佛道，嗯，要能入世学习，明了了，这三分别，这三分别可不是咱这个分别啊，三分别是什么分别呢？是无分别的分别。 呃、第四回向精进回向讲完了，这后头的都是重复的没讲，因为什么没讲？重复了，前头都说过了。那么下次就讲禅定，禅定，禅定在这个上头不叫禅定，环境不叫禅定了，这意思是含禅定。第五。 无尽功德藏回向，那么今天呢，时间就到了。那无尽功德藏呢，下回再讲。